微信摇一摇。这个人懂行的，这男的，这是女人，你拿女人跟我比？神经啊！我都还能看到行动，我看不到。俱乐部谁的床开的最好？谁的床？孙策。孙策。再一次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触手不可及特别篇触手夜谈会，我是今天的客串主持阿泰。节目组在几百条的微博留言中整理了一些粉丝的问题，队员轮流抽取奖项里的问题，对应问题的微博号将获得我们触手不可及节目组的奖励。抽到问题的人读题，其他队员可抢答、可插话、可捧杯。捧哏是一个汉语词汇，读音为哏，指滑稽逗人发笑的话或表情。注意，不抢答不插话是不对的，要大力发扬这种想好回答不可能的精神。现在由阿泰抽取第一个问题。我抽吗？想问暴风队。想问暴风队，老刘我打不过琪琪，该如何拥有你？什么意思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老刘我打过，老刘就是浅尘，琪琪就是梁辰，他们两个是 CP，可能这个粉丝想拥有他们两个。开玩笑，这问题是问浅尘的。对啊。我看错字了。怎么拥有？回答一下，回答一下。怎么拥有我的？这话很尴尬的，让我感觉这个就明朝有主了，有我们瑞总在，可以拥有瑞总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那也可以共侍一夫啊！对啊，可以共侍一夫，无所谓的嘛。笑容可掬。好回答，怎么拥有你？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现在微信有一个，这个人懂行的，正经的是吧？拥有你，拥有你，拥有干嘛？不一定是哪里拥有你，心里拥有你也算拥有你。心里拥有我。就已经拥有我了，对啊，因为现在说已经太官方了，这个问题的人就应该已经拥有了，误解了，误解了，真爱，太好了，那是下一个问题是吧？提问：九成和西西，成西还能抢救一下吗？抢救不了。抢什么东西？抢救什么？为啥抢救不了？得解释一下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因为他一直都是我的党。首先这个体重就不太对称，好吧，就一直都是我的打，就行，那就这样吧，他抢救不了了，抢救不了了，抢救不了了，抢救不了就救不了了，没办法了。问瑞瑞能照顾好自己吗？那种感受是什么？自己问自己，有啥真不要脸，我三万大人这个不要脸。这个人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打自问自答一波，这个人把条子拿一起，有没有问我？你是条鱼，你自己怎么把自己叫瑞瑞的？你是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叫瑞瑞的？问嘛，都说出来，很尴尬。行，那就让浅尘来问我吧。那好尴尬，没事，你问一下我。你就代替这个粉丝问一下你，好吧？问问瑞瑞能照顾好自己吗？那种感受是什么？有什么想和我们这个身边两队说一说？有什么想说的？就照顾好自己这，是吧？怎么说呢？这一直都是过。这一直都是过。是吧？这已经习惯了，照顾不好自己也是，也得照顾了，是吧？那种感受是什么？就是孤零零的吧，孤零零的吧，
大家都有 CP 就是吧？你终于跟一笑组成了个 CP 就没那么就那个没膝盖的，对，就不需要。哎，有什么想对身边两位说就。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们幸福，对，掌声贵子，掌声贵子，好，要问一下我们的阿泰小朋友啊，为啥喝水总喝大瓶装啊？这句话就是很妙的，总喝大瓶装是吧？是啊，这个怎么讲呢？看我这肚子就知道为什么了。你跟我讲这东西怎么讲的？容量需要，对，容量需要。小的我喝了没感觉。上一次喝那种小的，四杯拿在一起屌起来。对，四杯拿在一起的，小的这么猛，这么猛。后期把那个图 P 上来。我一次一般都是吹这么大瓶，拿小的你看怎么喝，就像这种。就这种四瓶一起拿起来。就四个拿在一起倒进去的，所以这样不行。所以一会儿导演记得找一下那个图，直接 P 上来。几个月了？你的肚子几个月了？快生了都还。你说啥了？叮叮叮！在打我！老徐偷看，不行偷看，还要偷看呢！哇，真的还要掉水，还要偷看问题啦！问阿泰和洛洛，谁才是俱乐部最仙的、最可爱的？那肯定是他，就是他了呀！好想，这还用想吗？我是男的，这是女人，你拿女人跟我比？神经病。我是谁？真的仙女诺嘛？搞不懂，对吧？搞不懂。我是男的，他是女的，你看都看得出来，我长胡子，他没胡子，你看出来了。好像很有道理，这些是挺有道理的，挺有道理的，是有点道理。女人，主要是你皮肤解释很有分量，脾气也很皮肤也好，是白皙的，天生丽质没有办法。对啊，天生丽质就是个女的嘛，那个那这问题就这么定了。对啊，怎么样啊？对啊，就是他呀，你就最仙最可爱，也是最仙最可爱，最仙最可爱的。这个发生什么？这个发生什么？我你会不会打我？哇，又问到我了。提问暴风队最近怎么走老人三风格了？哇，什么情况？是有什么原因的？这个老年背心呢？怎么老年背心被别人给识破了？就那个体育背心，其实不是老人三的问题，就真的是很老年穿的。怎么说就？你换件队服穿不还是一样的？就某宝上看到比较，就某宝上看到比较销量比较高嘛，然后那个就说怎么说他打广告了，就那个模特穿起来现在老板很时髦，我说哎这个很时髦，我说哎这个。人家都是肌肉的，对，然后买家秀和卖家秀，对，就拍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一穿起来就像一个老头，我一看那个照片，我怎么别人穿起来那么帅啊？你一穿起来就像你爷爷送的了。对，这个真的是这个好吧，就不关我的事，过吧过吧。换，你看大哥，那你拿上来啊，拿不住你就不要硬拿了。这一问自己。问前程觉得良辰最像游戏里的哪个英雄是吧？啊，英雄！哎呀，我你是不是偷偷看过微博了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偷偷看过微博了呀？肯定没有偷偷看过吧？因为他问像哪个，一般都是英雄。对，不可能像哪个技能吧？是吧？看错了，看错了，像哪个防御塔？像哪个防御塔？像你个英雄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像你个英雄。我不是死吧，程咬金，而且那个皮肤是那个绿色。爱与正义。爱与正义，很 nice， 很刁钻的。我也特别像。我也当时。赞不赞同？你赞不赞同？对，当时我也想到这个了。没毛病。我感觉身材不像吧。身材不需要像，内心像就行了。很 nice。一样的绿是吗？对，行。提问九成的。据说前两天狗晨晨的腹肌被拍成小肚腩了，请问之前的腹肌是画的还是真的？我是 P 的吧？贴的吧？贴的。现在我脸是贴这么先进，我的腹肌啥时候被拍成小肚腩了？这个灯光不明显，
好，我有一个软件，就是那个软件吧，可以把兔子让所有这是你第一种，可能我们所有人都可以，可能我们内部人员，内部人员，一会儿把 APP 发给我，看见没？穿的衣服都还能看到形状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化妆都是化脸的，可以啊，我们化妆都化脸，你化妆都是。摄影师，来，化妆师来，画肚子，好了，你看这肚子下面还有一块一块的来，怪不看，怪不得，不是补补妆来补补妆，听我讲，怪不得每次打比赛的时候，我都最后一个才能看到你，原来你是画肚肌，画肚肌，可以，这等一下，那个前两天先是谁拍了我的肚子？这个不知道啊，这个机会怎么？算了啊！你抓我的时候内心不会痛吗？啊！我抓谁？你抓我的时候。给我看一下。就是你抓我的时候。哦，抓西西的时候内心不会痛吗？哦。问你有什么感想？问我被抓的时候。我感觉抓你就爽了，哇！游戏中真的是，你这训练发现不了，我终于能抓你了。人都快嗨起来了，那种就贼嗨。以后打训练赛，你的蓝就。你上路被打的时候，我再也不会给你守塔了。上单你就啊，小心玻璃。从此以后，黑龙两位核心点玻璃，你就被群殴。上单关键组件，你怎么拿蓝？我再也不帮你补线。你看他们打训练赛就是，没了，再也不帮你补线了。你去守塔，你这个太过分，帮补线，帮补线就帮玉龙线。该我自己了，评价一下西西的新发型。我感觉就孔雀毛，还是那种比较诋毁孔雀，还是那种比较嘈杂的孔雀，就是那种被雨淋湿后了啊，然后请不要侮辱孔雀嘛，以前的发型，然后雨点赛被沾了一点那种污水的，然后就是有一点干又有点湿，反正就乱七八糟的那种，就这个就攻击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他以前的发型吗？染了毛的攻击，发带绑个大辫子，火晕啥？那个叫那个叫电竞贝克汉姆，懂啥？下一个，贝克汉已经有了啦，马可波罗。哇！我大哥，你讲过很多次了，你要拿不住你就不要拿了。以后安吉招队员，然后想打职业的看好了，安吉招队员必须要有我。